而我不一样，我已经在旅行了。再从飞机上下来，去到挺基楼的 bus 上面。我觉得他们的 logo 好大，咱就是说，连厕所的标都很大。机场里的星巴克有蛋挞，果然是葡萄牙，但是呢，我不吃。因为我葡萄牙的朋友跟我说要去菜市场门口买刚烤的，但我要喝咖啡了，喝咖啡了，喝咖啡了。我们现在要坐地铁去坐火车，6分钟的地铁行程。你们是一人我帮你拿着吧。好，多少钱一张？哦，它也叫 Viva， 这儿吗？哦，这儿。哦，这个地铁站比日本简单。往右坐3站，我们在这儿，我们坐到 Orange， 是，可以的。我是火焰到火岛2:09。泰国的感觉，哦，还真是，这就是泰国的 shopping mall。曼谷哈，对。等我们的火车发车，看一下 gate， 看这些小吃，车也是曼谷，很曼谷，还有刺身呢，隔壁。对啊。我带着你去吃一个。我不去。找到了去往 Braga 的车，我们在 Porto 下车，是两个那种很美的剪影。哦，这角度还蛮好看的，背后有电控。还没有到晚上来吗？克制。穿那个地性感丁字裤做的地方。座位很舒服，是 business class， 还有蹬脚脚的地方，还有桌桌。我艾玛的防晒小护具启动。他怎么只能关到这儿呢？他前面那个女生在用另外一边跟我对着来，对着十几欧吧，20欧，十九，挺舒服的。就是 class 比正常的 class 贵十几欧，90多块钱反正加币。前面有两排是那个脸对脸的座位，很尴尬的那种。像这个袋鼠，对，好可爱。要这个吗？好，我靠，你怎么什么都有？但是没有隐形眼镜。我有隐形眼镜，我什么都没有，但有隐形眼镜。想剪片的，然后发现插头不转换，怂，拜拜。我马上就要到一个 McDonald's。说的像是我们能下去买一样。好，半小时就到了。对，要去 Porto， 我们第一站应该是到了 Porto。 非常的乡镇，五点整到的。城乡结合部，我来了。
酒店热，是这个很欧洲风的那种 Maison Albert Hotel。 哦，酒店的房间107，它整个 ceiling 都是很高的那种感觉，然后非常大。我们要求加了一张床，因为它正常时候是一张啊。Room tour。哦，比星星，爱星星。哎呀，这就是单向奔赴吗？把手伸出来，把手放下去。我们要比很高的心。我们可以就是弄到天上去，然后它是那种欧式的。没事，不用了，没事就把它录进来。欢迎来到我家，这是我的内室。你的浴室很漂亮吗？我能借住吗 ？Yeah, of course, of course。它是干湿分离的，是不是？ Yeah. 哦，厕所在这儿。对，这很好哎，隔壁人在、拉屎。但是你说你在这拉屎，我在隔壁洗澡，你拉得出来吗？我拉的，我 OK。我不行， OK、我不行。你不在隔壁洗澡，我都拉不出来。这里好多镜子啊，我喜欢。而且这里有好多衣橱啊嘛。他这房间很欧洲古典风，我觉得用的都是那种亮的漆的那种钢琴木，就看着很闪耀，像教父。哦，对。然后这个房间这里呢有一个就是休息区。哦，葡式蛋挞，等一下我们干个蛋挞。真别像你说，真的是像酒店大堂。对，我感觉住在酒店大堂比好高。这像是那个 Queen's Gambit 后裔弃兵那个女主参加比赛的时候喝多了 fell 住的那个房间一毛一样。然后电视在镜子里，我好喜欢呀，显得我渺小。他们说我们的房间是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suite， 因为呢它是对着 Main Street 的，所以外面是这样。来来，我是一个水光。哎，你知道这里可以走进去吗？嗯，我刚才看到有个小阳台。嗯，哇，蛋挞好甜啊，糖尿病了。你有跟他说今天小人牙生日吗？我告他了。我昨天就告诉他了，我说如果可以今天陪陪他。哦，而妈妈千里之外喝酒。今天是尔瑞亚的生日哦，我隔空跟尔瑞亚喝一杯。哎，祝尔瑞亚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给你们看今天的尔瑞亚，头上都是口水。嗯、哦，可以。缺个意思啊，我们还有一个人。你要用我的这个发油锅？好啊。还蛮好用的，感恩的心。你好好护肤一下，我天哪，在飞机上感觉被蒸干了，而且我还很油，是那种水油不匀的油。第一面看你在星巴克的时候就很干，后面呢，你不是在火车上睡了一下吗？你就好了，我就有了，你就好了。就这个脸部的眼部防晒。哦。我什么都带了，居然没有带隐形。这是我的面膜，跟大家分享。我把这些放到冰箱里。不要带面膜，放。用我的。咦，三个人化妆好热闹。吃了要四个人，你们镜头应该装不下。对，操，四个人高的可以站在后面。我带了这个。What is this？ 银霜。好好用啊，银霜。好用，我好油皮好用，好像。哦，我是混油。对，直接用手应该可以，直接用手，你随便用。嗯，它有一股那个味道哎。嗯，它有点消炎那种，所以褪红消炎，然后有痘痘的时候用它挺好的。我不太长痘痘，而且用完挺哑光的，所以我还挺喜欢。你刚怀孕不能用那个化学防晒吗？啊，对对对。对，你用的 Supergoop。但是唇雾里的都很。Supergoop 还可以。Supergoop 那就好，那我下次回去试试。比起日本的还是要硬一点。是，好但是就是好用。嗯，防晒功能不错。是宠物里吧，但是啊，混嘛，混哦，那跟我这个一样，我这个也是混的。大家谨慎使用。哇，三个化妆好开心，我好聊。No， 我今天就是比中产比，是这个 Lisa Andre， 这就是我 LA 那一天，然后飞美了。是这个是吧？是这个。这个飞还是 Nars 飞 for you？ 这个飞，飞得要命。我也不敢用，但我是油皮，而且挺油的。其实能自嗨也挺好的。是，无酒精就嗨。我是觉得有酒精和无酒精差很多，我也觉得无酒精我根本嗨不来，比较禁锢的那种日本人那种。对，无酒精我根本嗨不来。我怎么觉得我天性是放荡的呢？可是无酒精也不行。问个问题，你这个头发这样子卡的话，哎，你现在好像林静啊 ，like 好像啊 ，right now。来，我们要用一个很美的腮红 ，warm pink。找你，我刚才被大家种草，所以就一丢，对不对？这么多行不行？嗯，这个差不多要两个脸蛋，这么多。
不是哦，刚刚那么多两个脸蛋了、哎呦完了完了，差不多吧，你这真的不对焦，我好着急啊，你快帮我对，对好了对好了，哦好水啊，是不是拍的是转圈，就是转转转，同一个地点转，不要转太大，但底妆也不会转移是吗？不转移、哦、你看看他的脸在发光，你咋有那么多电池啊，我买了 extra 从 Amazon 上啊、for the trip no like I just have it，哇，我们这边像是炸开了锅，特别是你那个箱子，就是下面有一点点的吧，但是它下面的贼立体，很 3D， 都快建成了一个楼了。吹头发，出门呢，我们去吃饭。我要换你那个 peace sign， 啊，好可爱。本地的好吃的比较平价的一个推荐叫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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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ados， 嗯，所以我才发现原来葡萄牙餐厅都叫 Mercados， Mercados means market。因为我在多伦多有个很喜欢的葡萄牙餐厅，他们也叫 Market。嗯，出发吧。The new keys. Two more keys. Thank you. Okay. 这人好热情，好好。人说话都好好。对，特别热情。Marketo Regina 是我以后会开的店。应该是 Regina Marketo。哦，好吧 ，Regina Marketo。我现在经常走，他们说饭店十分钟就能走到，是一个 good walk。哦，还是挺冷的呢，幸好带了外套了。伊萨带了吗？带了。OK。哦，他们这电话亭是红色的，所以它是最美麦当劳吗？之后继续吃一次。可以去买个雪糕吧。对对。青花瓷教堂。是 one of the three。没有做攻略的我，什么都是别人说的。哎，小车车好可爱。上了年纪收拾得很干净的人，那你爸爸好有文化啊，这比喻比的。葡萄牙的路是这种一小颗一小颗的，加上是上上下下的，所以有点难走，高跟鞋搭面。好美，这里就转角豁然开朗，看到了海。在葡萄牙的我好快乐好快乐，有一种不在自己家的感觉。这腮红好漂亮啊！再往小洞洞里走，这个。Oh yeah, we're here. 啊，找到了。Emma. Emma. We have the reservation. 可以啊。饭店坐下热，饭店的名字是这个。哎呀，你选一个，你选一个。Tasting， 哦 ，So dry，I like it，I like it，So dry， 就是要烧起来了，真假的？它是那一个种类下面。Douro，D-O-U-R-O， 是我一个葡萄牙住在葡萄牙的朋友推荐的一个酒，它是一个大区子里面的一个种类，很赚。碰它，碰它，碰不到我，碰它。Melon with ham， 我拿一块。哦，是牛。分一半给你，都给你吧。Okay, what do you guys think? 果子，地瓜好吃。他们是不咸的那种，不咸。这边一个特色的面包。哦。隔壁是我 randomly 每次都要吃的虾。哦。哇。它很黏黏的哦，里面有肉，里面有牛肉。葡萄牙的最有名的这个银鳕鱼，是好吃的吧？他们说有一道本地的菜没有名，叫做法国少女。法国少女菜是不是？呀、yeah, ，it's a food， 说很好吃。你的虾来一个吧。有人播吗？我播。你要我帮你播是吗？我自己播。我也太过分了，太这方面没有了。它好可爱。吃饱了逛这种礼品店，买了两个软木塞做的书签，还有好多。
种冰箱贴，还有这种磁器风的耳环。你为什么要弄走我的戒指？原来这里有救护车，滋溜滋溜啊！走吧，我们吃这个冰淇淋好吗？在我们的 tour 里吃这个冰淇淋。Thank you. Milk caramel. 好难哦。今天的最后一个 round, Japanese whiskey sour. 你为什么会困呢？心累，时差时差，对，在酒店下面喝个酒吧。喝一下我的，交换我的。你的这看起来挺清爽。你的头重啊！你上面还有小爱心呢。嗯，去看哦，你这也不错，果汁状的。是我自己的味道很重，就是 sour 倒是不怎么酸。哦，挺重的。把我相机拿到那儿了。试一下，你不会喜欢的。但如果我在里面给你加了个烧子呢？它也不是那么好喝。我是没走晕，现在才对。是吧？我以后给你们讲了。Good night, good night, 晚安。我们要讨论八卦了。哎 ，See you tomorrow at the cafe. 关灯。这是啥呀？对，好漂亮啊！哦，那个是 almond， 我有点认出它那个单词了。大家早，早晨八点的葡萄牙，我们出来玩，人已经挺多的了，感觉好像可能出来都是游客吧，好多人啊早晨。我们要去找一条像昨天那种很好看的小斜坡坡，然后在那里拍。这是一个出名的咖啡，对不对？对 ，Majestic Cafe， 它是保留了1920年的时候那个装修，然后它这个年代是叫漂亮时代，对吧？什么时候 Bella Epoque？ Bella Epoque， 比如说那个时候的人喜欢穿羽毛啦，就搞得很华丽，因为葡萄牙是一战左右那个时候非常繁华吧，就是这样子一个地标性的 Majestic Cafe。你们搞得好 knowledgeable 啊，我都不用说话了，我开心。不到20度，很准很准。那是个阴阴的天，20度的天。哎，怎么这么阴啊？我在这拍 real， 就是这种小可爱 real。Ready go， 抬扭，哎呀，擦擦擦，三二一，抬扭。走，还是可以的，就最后一根香吧。最后一根香，应该很齐。最后一次，骑车的那个人有个 banana， 抢走他的 banana， 怎么能让他有个 banana？ 啊 ，so cute。你咋尖叫出来了？就是阴。我有点担心，我早上吃了便秘药，所以我离开大家一会儿。好累啊！你我从厕所回来，就因为那里有两个大上下铺，我就来回跑。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一天都会很好。对，我今天我现在很好。你好优秀，我这次还没拉呢。拉了，被迫因为要进厕所买了咖啡，大家再试着喝。是那种很奶，很怎么说？这个是什么呢？就是latte。latte。嗯，是一杯小 latte。American latte 有没有？就不是我们在星巴克的那种。好淡好淡，是不是就是那种奶奶的咖啡？就是 half cream 加了很多的感觉。是 cream 吗？嗯，是因为 cream 所以才这么香是吗？他说他们这里整个都不用咖啡盖，所以没有盖，就只能这么撑着走。但我没开始，我就回来找朋友拿，然后再回去的时候他们就送了单子。把Emma Crop 进来，我被鸟屎清洗了，在我的后背上， Emma 给我擦了，垫了个纸，我真是无语了，那码头全是鸟，乱拉。换你衣服出发去咖啡。啊，是这儿。穿搭和这儿绝了，不过到了 Majestic Cafe， 我们已经都换了衣服。For three。
Okay, thank you. 你们看到顶上的吊灯？1922年重建过一次。所以这是很出名的一个，对吗？对，它是一个地标性的咖啡店。哦，我们的颜色跟这个饭店很搭，红色的这个 latte。latte， OK， 可以吗？可以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点吃的 share 那种。啊，多点几个 share 吧。号称全球最美咖啡馆。对，那我觉得也没有到。说背后有个宫殿的花园，你看他们的椅子。好好好，那我们点。Porto 的 Majestic Cafe， look， 好酷。换了一个座位，座位上有这种小纸质。呀，这是一个 omelet。哎呀。这就是那个出名的杏仁塔，那看起来太好吃了。上面是焦糖吗？嗯，还有那个 walnut， 还有松子。Really good. Thank you. 这是 Thank you， 这出名的 Bonbon Coffee， 不像是我们平时看起来会喝的那种 coffee， 有没有？一会儿要加一个加水一点。啊呀呀呀！它里面有牛肉 ham， 还有什么呀？生牛肉 ham 和 roasted beef。我看起来没有生牛肉的。哦，这个没有吗？那有。我们正在给法国少女做手术。哎呦。哎呦。嗯。这个鸡蛋很扎香的那种味道，就很朴实。吃的好多 cream 在上面。好甜，好甜，好甜，好甜。我喝到了巧克力奶的味道。这下面一层是。炼乳哎，你敢信？我打算把上面这层喝完了，上面层留下。嗯，这好幸福啊！好吃吗？看不见。这里面像是放的牛扒那个肉，跟昨天不太一样。嗯。哦，薯条也蛮好吃，那种很粗的那种薯条。嗯。是吗？比昨天好吃。比昨天好吃，昨天太软。很奶。正常吗？但是。好喝。哦，正常正常正常，就是很奶，就奶和咖啡的重的感觉调到恰到好处，平衡，就又奶又很重，找到了一个 balance。我偷吃这个了，吃走，像是某一种味道朴实的松饼，对，特别薄，特别滑稽。你试试这个意思，巴巴的，我觉得它这里的东西。就油，这是咖啡的后花园，有个小水池，能用吗？这水池？哦，这水池是可以用的。好搞笑，好不好？三个人。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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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二了。哇！哦 ，cute！ 啊！哦 ，That's so cute！ And it's all by hand. Oh, thank you. Each person has a different price. Oh.买个 Audrey， 上面绣了一个 Audrey， Vivian 的女儿。This is cute。游客区。哦耶！哦，画的好好。下一站全是青花瓷的博物馆，教堂还是博物馆啊？它是个。这不是教堂。哦，教堂。啊！收了，慢慢吃。呀，会耍的。嗯。哦，喜欢这个。这边小绿花，就是我的花。我们在书店排队给你们看，曾经给了罗琳灵感的那个书店，
莱罗书店，他排队排要排这么久，我们已经现场提前买票了，还要这么久，排一下吧。太阳出来了，我们也快排到了，现在在莱罗书店的门口。哦，人山人海，小王子，呀，哦，这是整个一个 Harry Potter 柜台，呀，然后这是一套 Harry Potter， 但这应该全都是就是葡萄牙语的是吧？应该不是这个，哦，英文的魔法石，刚刚打开过，是会赚钱哦，知道要放点英文，这英文的。这和就是加拿大版一样啊，一样，这个是美版。中国版的画就是画的好，插画。对对对，我好喜欢中国版的哈利波特的那个，而且是大本的书。哦，这个哈利波特画好娘呀，好日漫，日漫日漫日漫，对对对啊，对对对。去魔法库偷那个预言球，混血王子，凤凰社。凤凰社，对。上面还有小火车。那 Harry Potter 系列真的有一面墙。没有，就是做偷吃狗饭的。哦。他是 inspire 罗琳哪一段呢？就是他们在斜角上买课本的那一段，是有点像。你们看，楼梯上去那个感觉。今天早上看不见 ，Sparkle 画的有点多，奇怪。人太多。装在柜子里的古董书，哎，嗯，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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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人太密集了，害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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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就是今天早晨在我们身上拉屎的鸟的亲戚吧，疯狂炫饭。是那个我在 Instagram 上老是看到的玫瑰花冰淇淋呢？挑不出来，真挑不出来，那么多。我真的太逼了。你看我们那个花花抹上来啊，可爱可爱可爱呢。然后你看这里的街道就是很多彩色。我们在这个比较出名的蛋挞店，然后我们准备三个人吃一个，然后呢 share 一下，因为大家都吃不下了。我突然发现我在这个旅行里面是个小胃王，胃就这么一点点小，好精致一个女孩。隔壁有个糖店，好可爱，全是糖。我来陪你一下，哦，好香啊，就那种热腾腾的香气。哦，我有现金，我有现金，零钱零钱有的。它标记是一个两个手握在一起的，很酷。啊，两个。有蛋香味，但是很香。进了一个街边小店，他们这个店里都是做鱼罐头的。我手里这个呢是 sea bass in olive oil， 这面墙全是不同的年份，但全都是沙丁鱼罐头。它只是年份，它不是说真的就是1957年的鱼啊。三文沙丁虾，还蛮好吃的，咸的。买几个当礼物。It's okay, same box. 因为它的背后好看。我们去酒庄了，去酒庄了。我是小仙女，我是那个 Minion， 我是 Minion。这些人好热情啊！继续 be a vlogger， 真的一点真的。酒庄，看我这衣服，我找瑞吉娜薅的。我穿非常丑，她穿好看。一定进得去，我一点都不担心。安玛现在不高兴，原因是因为我们错过了酒庄的时间。我错了，现在要去问一下。我觉得可以的，你别慌。好漂亮啊！你看那些水。哦，不要有那么多人。Enjoy， 我求求你了。Enjoy， 去不了我们就在外面玩， yeah， 在街边喝不行吗？可以，可以在街边喝。人很多。是啊。哦，艾玛崩溃了。So can go one by one. Okay.
Thank you. 没问题。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开心了，开心了，开心了。Douro Valley 盛产酒的。They have a saying that goes 9 months of winter, 3 months of hell, and I think it's pretty accurate for the situation. So, the region is also, it has also a mountain range, made by Mareo and Mutumbu, two different mountains, which will block the cold, humid winds from. This way, in these really dry days with 45 degrees, 50 degrees.The vine can still grow in perfect health by getting the water from underneath. This can go 7 meters below or even further away. The white and dry, 3-year-old age, and the rosé, 3-year-old age as well. Yeah. So in this World War 1917. Oh. This oak vat is still.Oak. 125岁，它这个酒桶里可以放进一个 Mini Cooper 小汽车，能放多少瓶酒呢？74,000瓶，哦，好多啊！刚才前面有人说两瓶。两大瓶的，中式猫。Thank you. Thank you.特别清楚，甜，甜吗？甜，特别。那闻的这是哪两种啊？刚刚有说吗？就是这个是个 Tony， 对，那是个 Tony， 这个就是 White。我觉得红的比白的重。对，他说你要先喝白的。出来了，天气好好。哎呀，不行，得把头发撸一下，刘海怎么这么放荡？我们昨天在那边吃的饭，今天在马路的这边。看我吧，走在这里好舒服，完美。伊萨可以再往后退一点点吗？你们两个都往后退一点点。OK， good， good， good。哎，差不多，差不多。Ready， go， 左，右，左，右，左，右。右应该没问题。右小黄人，是不是更像小黄人？Kevin 跟 Bob 一起跳舞。呀呀，我有点没有氧化哦。身体好厉害哦。缆车。那我上次坐缆车在新加坡，非常有经典的地方。哇，你上一次坐缆车在班夫，是吗？哎，我们一起坐了一个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缆车。谢谢，你快点，赶紧用。啊、哦，下面好好看。我上次看了什么伊斯坦布尔宣传片，就是这样。真的吗？哎，好想去伊斯坦布尔哎，我们下次相约。伊斯坦布尔，可以，相约。相约伊斯坦布尔，哎。缆车下来以后上到了山顶，本来准备叫 Uber 回酒店了，盖锁穿一个平台，这平台下面超美，好漂亮啊，真的好看。 B 肉的呢，手一定要稳，就是这么慢慢慢慢慢慢慢转过来，看看女明星的江山。Do you live here? Yes, I live here. Welcome to my garden. Wow, you call this a garden? 比你好一点，好好好。好美啊！下面都是我的船，大家想坐哪艘坐哪艘，跟我说就好。OK。OK， bye， 对不起，我忘了拍他的江山，他跟我说 OK。江山。Long day， 累了。我也累了，真的累了，卷不动了。明天可以跟刘一佳喝，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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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妈，你先跟我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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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那个酒，广告牌里那个。哦。介绍喝酒的快感。快乐真的。等五本。来。今晚的米其林是一座小小的饭店。
哦、oh, ，Papa Rico， 这名字听起来好像一个歌剧的名字。肉小小嘿，可爱喽、哦！紫的配色很好看的。是这儿吗？是这个吗？叮咚。Hi。Thank you。哦，可爱。哦、oh, ，这里面好可爱啊！好开心啊，进来。我像是在一个洞穴里面。这是拆信刀。哦，他们好精心啊！拆信刀。他说，就是想我们来餐厅的人感觉像回家一样。回家第一件事情拆信。这好卷。我回家第一件事情拆信。我也是。哦，里面有个小兔兔的那种。哦 ，Papa Rico。就它这个 sharing 我觉得挺好的，它下面还可以 wine pairing， 不用想。This time we have a surprise to welcome you to Papa Rico. It is a Morton Tonic Praline. Cheers. 他手抓一口吃掉。我觉得有酒。一大口酒被巧克力包着。嗯，还挺好吃的。好吃。嗯，酒已经吞下去了，然后还有点巧克力和 cheese 那个。对对对，好奇妙，好奇妙，好奇妙。做个啥？嗯，我以为你要吃这个。I'm like， 从门口树上摘下的叶。最后一点吧。真的吗？有嫩叶，我有香料叶。你不是骗他的？一小圈圈摘的。那个明明看着是树叶。柠檬叶，咋吃进去了？来，再来一次。然后这次输的人是柠檬，我是不服。酒我知道最近没啥大碍，跟我比不怕死。希望他喜欢米其林，这样我们就来吃过了。对。Okay, a little bit of seafood at the same time. To go with the grapes on the region, so a dry white wine with excellent acidity, so to go with the freshness of. Enjoy it. Thank you. 好拽啊 I can taste the minerality. You can get everything from the sea, mussels, shellfish.Everything. 他说会给你额外的蛋白质和什么东西，维他命是不是？维他命，然后里面还有 muscles， 就是青口混在一起的。哇、哦，好酸呢！是黄瓜和那种什么水果在里面的味儿。我觉得他们要三个一起吃是真的好吃。嗯，你说这几句，这三个一起吃是吗？就是那个 cucumber， 然后 muscle， 还有那个 plum。嗯，来。谢谢。嗯，我开始喝红的了。我等一下要飞。And fresh red wine. 是一个 fresh red wine。我很希望你吸完了我的酒没味道了。我希望你感受一下。一人说一个。这里面有龙虾，有肉的味道。草莓。Am I crazy？ 我一直觉得红酒的杯子很好看。嗯。The right breath easier from the next stop. Oh.The color of the blood is so green because of the cancer. 那个汤带着某种油香味。还有一口，像是有点像小浣熊翻身面，听起来好好吃。嗯，我吃到壳了，买的。三星没有。两口吃光。哦，我要忘记配一下。哇，那饭店你们找的真好。这个是配兔肉的。闻的话，我觉得是果味和 veggie 的味道，不是很水果，不是 tropical 那种，是比较 veggie 果的。他说刚才说可能是配兔肉 ，hunting time， 所以我们选的这儿。Rich， 是不是？后八品他说。这个蛋，我选 portugal， 我在家里没有时间做这种事，你看，开心啊，开心的。兔肉。挺像烧烧鸡的，味道也有点像我。
Inspired by 本地的，就是一个那种比较老的一个族群，他们生活在主要是南部的一个 area， 就是以打鱼啊、种地啊为生，为了给家自己的 family 更好的一个饮食和生活、嗯。然后我觉得跟这个餐厅课题，因为当时我们一进来，他们说希望给我们一个家的感觉，这也是我们 Portugal 最满的家，就蛮好的。搞得好有意义。我们用 appreciation 来吃。特别这些红的是什么？小梅子。嗯。哦，这才是前菜对不对？还有两个主菜。嗯，绝了。Back of the month of Portugal. 有。In the final, it's a little bit spicy. Thank you. Enjoy. 哦，好大。Thank you.一块面包，哦，好烫啊！这个面包，它是十分钟之前出炉的呢。嗯，我可以单吃掉它。哦，这么软的 butter。Okay,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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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有章鱼味哦，怎么样 ？Resort 那种米，硬米，是那个，Squid Ink，挺好吃的，挺好吃的，艾玛的归我的。哇，这个酒酸！哇，这个酒就是又烈又酸。要酒，我忍不住要酒。干了，同志们，再给我来两碗牛肉。没有酸，清香灰灰。这杯酒里的白葡萄酒有海洋的味道。海洋。这白的好。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只吃带壳的生物的鱼，本地鱼，它的龙虾肉也是本地人很 appreciate， 是吧？一插就碎了，它那个刺非常大，中间有点肉，好吃，好吃，龙虾比鱼好吃，是吧？我觉得你们试试，是他送的一个小东西吗？这个，对，啊，樱桃 cherry 北边的樱桃，嗯。真的好好吃，嗯，我那套很久哎，新人新体验，好，我那套好久啊，它搅在一起，你要搅、哦、搅它，来，搅在一起好好吃啊，很香、啊，好好吃哎，我这个里面还有点橙子的味道，我也有，我也有 ，OK， 我有，还有 cheese， 不是，有三个甜点，对。这个，这好像我烤的蛋糕啊，就好像那种小圆蛋糕。Belly of the Nun， 这个是 Belly of the Nun， 那个这个是吧？是，嗯，这名字，它说里面还有东西的，嗯。对，然后这个蛋糕说是他们本地 Christmas 一定会吃。这边是个咖啡是不是？然后是 coffee 咖啡，有一点点酒、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特别 local 的 coffee shop， 里面人家说我要一个 coffee with smell， 然后他们会觉得你是个 drunk。小球球，嗯，就是一个小巧克力球。巧克力球球，咖啡是那个 decaf 的。嗯，很重的吗？我吃一点点好吗？吃一点，这个是好吃的。Right， 这特别重，棉花糖。类似米其林，真的吃了好久，吃了一辈子。